来归期。小麦，有赖姐啊，我听见一个你感冒了，不爽快，所以我过来看一下。你来这两天。其实我今仔来是有代志要甲你讲的。我知你最近定找建志陪你看医生，我是想讲，你后摆若需要人陪，你找我就好啊。建志真无义，请你不要叫了伊啊。歹势啊，我无叫了伊的意思。我知你无这个意思，所以我才来这。啊，不过因为你的代志。已经影响到我建志的婚事，所以我定甲话讲后面。而且建志有答应讲，过两天要带你去下港看阿公。到迄个时阵，阮妈要倒来台湾，我希望讲建志当陪我去机场接阮妈。这是应该啊。既然你已经答应啊，就请你甲建志讲一下好不？卡免到时阵建志要陪你落去。你放心。我会甲伊讲的，啊，不过我袂甲伊讲你来找我的代志，这就当作是咱两人秘密。唔免啦啦，我见是无任何的秘密，你咪当阿公，我来找你参与这件代志。我知影，既然都无代志，我就先来走啊，你家好好保重。伊来有啥代志啊？可能是我做唔对啊。到底发生啥代志？小麦会知影建志陪我的代志，好像真无介欢喜。我真正毋是要破坏因的感情，我只是希望建志，伊若是有影响嫁陪我，我真正无歹意。我当然嘛知影你无歹意。啊，不过你若继续甲建志行生活，确实对大家都无好啊。我真正无介意安怎。啊，不过在我看起来，伊甲建志两个人关系就是真奇怪啊。我能体会小麦的感受。婷婷，你若是希望因好，就莫阁甲建志见面啊。我只是感觉。建志见面时阵真快乐，敢讲我连甲伊，既然你决定要成全伊啦，你就无应该甲建志做伙啊。迄个建志哦，实在真糊涂。伊难道无顾虑小麦感受，才来找你啊？你莫怪伊，伊拢是为了我好，你啥拢免来怪伊。好，既然你无希望大家误会建志，你就应该对伊死心啊。啊，若无，大家拢已经痛苦呢。我知我应该安怎做啊，多谢你的提醒。珊妮，我想要甲你一个正小情节，我陪你，不免啦。是愈做愈好，连地名都嘛拢拍出去啊！大，你哪知？唉，我人啊，虽然讲伫咧内里啊内面，也毋过消息哦，是比外口搁较灵通。嘛无啥啦，遐拢是大伊进前发了好工课，
我只不过是共遐工程做一收尾啊。那你手内起码也搁有偌济工程。有叫着这挂工程啦，啊，目前大家拢代手安排。对啊，真是咱兄弟哦，搁有收到薪水甲分红呢，伊拢真欢喜。哦，真好真好，我甲这兄弟交你哦，我真正无看唔着啦。对啦，天佐。 最近，敢有水牛因大兄关出来消息？无啊，伊敢有来找你？天佐，我相信讲水牛因大兄，伊也应该了解讲水牛是安怎死的。然而啊，伊都无了解讲当初是发生迄个真过的过程。我即卖惊讲伊醒过来啊，一定讲认定杀死因小弟人就是你。 阿超这个人，伊做代志我真有杀气，出手阁真残，你对待特别较注意。伊若是来找我，我会向伊解释啦。问题啊，是伊出面特别爱你的命。凡是讲联络你讲话，伊就拢总部。天佐，我甲你讲，若是有关于第一个消息，你最好是赶紧想办法甲我报出去。因为阿超这个人。 伊会怀疑心真重，凡是我甲讲的话，伊还会加减听入去。对，我会怎样？你三工两工，甲看护行到走去，安尼谁敢来照顾你啦？你免找我，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啦！啊，你毋是有这代志想要去做，啊？啊，问题你遐尔失志，啊，话要报仇，这哪有可能啊？ 哎，现在姐，剪掉单位来银行，即马啥物现场？我水鬼，曹哥，我银行要有一挂代志，你能够麻烦你。别人，你一定要把过去的痛苦放袂记。 叫孙阿走就好啊，那不是让你气走啊？少年党诶，你安尼比起来，是颠倒和王天锁遐诶人摇摆唱手呢。你应该出面去找因，你敢毋捌听人讲过，恶人无胆？ 我呢，是要去咱开房间看。我把讲过，你若决心要报仇，就要生存一口气嘛，拼到底。何况你即马双手好好，头脑完在，你阁惊无材料甲工作套断？这个电脑的设定是啥物人负责开？这是伊的办公室，所以是伊的设定。请你拍开。
这是银行机密，袂用泄露，所以我袂用开。你若唔开，阮就拆印的转去哦。时间你会加一条刻意瞒事实的罪哦。你都拆，否则我也无做歹代志啊，惊你查。拆电脑。嘿嘿，你这什么情形啊？恁这个草根！ 我银行自改组了后，摕一改善真多呢。啊，恁即马安尼，要再消息来传出去，我银行阿派是咩经营啊？恁银行吼，最近这几个月来，我做一笔违法操贷。阮咧怀疑吼，恁有土地特定人士掏空银行，这些贷款项哦，阮要详细调查。提高，请恁到水平，请恁有心理准备。这几个月，当时要来什么敲台啊？你看这些资料。 刚刚不是恁土地特定人士的证明吗？佩奇，这几件你负责的对不？辉哥，这拢是经过你的同意的哦。我同意。恰恰，你看麦，这你有印象无？ 我想要了解，最近银行业务拢是河北市在负责，我请教你管。假使讲若违法超贷，还是损失到银行利益，那一定要追究到底。李佳佳，你哪会安尼讲啊？明明就是你。你莫叫是讲你甲我扣家，就要拖我落水。早知你变安尼有爸母，我就当莫互你来。 这件代志根本都唔是安尼，银行内面的处理是绝对无违法的。你下替我证明一切啊！人证据已经在遮了，讲啥？小姐，因为你上万重大，才能跟我行一段，我有淡薄问题要跟你请教。啊，我只是听顶面的意思在做代志。 所以你要问，应该问伊两个人才对啊。啊，不过我看这下资料，拢是你经手处理的哦。迈克，别急，人前调单位讲了无唔对，所有代志只有你一个人上清楚。你若去人遐了后，就要坦白讲，互人较好做代志的，安尼咱的银行才赶紧恢复运作。 啊！我咧外口加减替你想办法啦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你爱我一个人，把所有的责任担起来。既然是你经手的，当然嘛爱你负责。恁是要让我做替死鬼？ 麦克是讲，恁全部拢送去我家来，你就会天下太平。麦克，你是唔惊我做污点证人是？吴小姐，下。明仔，咱银行的副总。 一声急速难躲了。迄种人会失联哦，你话听伊拄则在唱啥？明仔咱两个人做伙死。对音甲鼻腔，阁毋知要喊叫咩？李委员，我迈克了。他拄啊，前调单位来银行吵我啦。你卡进度还较紧的呢，啊？ 这件代志千万唔通向上延烧。你放心啦，郑州的经费支持有够，我保证减的袂超过你遮来。较麻烦你啦，佳佳，马上安排时间，叫所有的主管来开会，来处理后手问题。 咱的钱到手了，搭一间银行
啊，免啥经营，规去北澳弄啊啦。为着所有的债务，政府会去买单。只要阿耀甲前调单位安排好势，莫查对咱遮来，所有的代志就和平是去打。这毋才是真真正正叫做天下太平。 是讲甲真清楚啊，我只不过是一个放款的主管，所有的一切拢要经过董事长的同意，我才会去执行。恁要问的应该是董事长才对啊。这个物件拢是你通过的哦，并无董事长的因来甲签的，嘛无伊的开会证明。恁唔拿违法超贷，而且连定数嘛无合规定。这，董事长嘛已经看过啊，而且。 嘛是伊交代我去办的啊。敢有任何资料会用证明你讲的话？无。啊，不过，这间公司阮有调查过，是人头公司，提出的担保是不良债权，无一间银行会用通过贷款。为什么恁两间会有通过？这嘛是董事长的意思。当初我嘛提出怀疑，啊，不过伊讲袂要紧啊。阮嘛有查到，一寡不明的金额。 挂了你的人头，敢讲这嘛是董事长的意思咯？我唔知影，证据这么确定，你哪唔知影？该讲的我拢已经讲啊，你若是讲问，我也是同款的话，银行也唔是我开的，我无遐尼大的权利，若是有问题，恁去问李佳佳。你放心。 应该请来问话的人，阮自然会请来跟你对接。好啊，那你我的部分已经问完啊，我一定会做好。拄啊，神经质啊，已经合准了，要请你去看守所大开讲。我想，是我。曹小姐，请。 这就是你的报应。哎，先生，差不多啊，过过门了，来，谢谢。啊，多谢多谢。我今日来遮罕见。啊，先生，啊，这是哦，我迄个朋友为着要搭下你引进外劳的生意，让伊做。那你就客气啦。哎，先生啊。 这规地拢是用翡翠落刻的观音，是明朝的古董呢。有这么大块，有这么水的翡翠吼，是真难得。这若过去，你一定要收起来啊！哎呀，但是你可能先挂掉就好啊。对吧，哥哥？嗯。顶我咧替我提药材哦，我妈食了真好。嗯。我是想讲哦，假使你啊，若个有国邦啊替挂，价钱拢不是问题。是哦。 这个真贵药材，我有想听讲哦，有钱嘛买无啦。啊，我迄个朋友是我透过真侪关系才找着的。要无安尼啦，我甲问看卖，若是有消息，我随打电话你。好啊好啊，我这边做拜托。别安尼讲啦。唉，即马对我来讲哦，上加重要啊，就是阮妈身体健康，其他拢无重要。啊，你也甲恁朋友讲啦，叫伊卖定来送我礼物。 等你工程来当顺利，等到小我个甲细都先才对。好啦，无安尼啦，我送门啊，系啦吼。好啦好啦，嗯。谢谢，告诉你。我卖达摩尼的在此啦，可能讲哦，到底在啥帮？好啊，到时啊问题。好啦，我先个走。好。好。谢谢，谢谢。 顶摆我交代你公司要进500名的迄个外劳的代志，你马上甲总经理联络，愈紧入来愈好。好，我等一下马上甲伊联络。好，对啊，你找我啥代志？啊，对，是安尼啊。
咱公司逐年甲普华病院合作个立新性健康检查，迄日期要到，我想讲是毋趁这时阵，咱办一款爱心活动，会用做社会公益。好啊，我你啥建议？想讲是自愿性骨髓捐赠，还是响应白血病基金会相关公益团体，咱先进行骨髓配对，互健康个人帮助更加需要帮助个人啊。捐赠骨髓，有意外人应该无多。我今日无啥效果呢。啊，不过咱用先做比对啊，至少是一点仔心意嘛。啊，嘛用帮助白血病，也是血癌患者。嗯，完了，等于先去甲病院研究者，卡出来用的你就去证明，吼。啊，无啥代志，我先来走。兄弟姐。你甲小麦啥时阵要结婚？地址敢定啊？我即摆给你看日子啊。来强一点。小麦哦，是一个真好个查某囡仔，紧甲娶你嘛。多谢当初顶关心。阿姨讲，你陪婷婷去病院，这个代志小麦敢知啊？小麦知啊，因为婷婷身体定不爽快，定需要人斗相共。你想买弄个凉盖？嗯，爱着我。好啦，再见，第一波。是。红妈一好印象啊！我陪婷婷去家己看阿公。婷婷敢无甲你讲？讲啥？我去找过伊啊，我明仔日回来，我希望你甲我做伙接机，伊有答应啊。你哪会用大主大人去找婷婷啊？你。喂，婷婷啊，我见姐啊。小麦唔知状况，所以。建志，拢是我唔好，我拢无替你设想。小麦妈妈回来，你本来就应该甲伊做伙去食面啊，我不要紧啊。是的，我唔知小麦去找你。连江好，连江，我再陪你做伙落去甲伊看内伤，啊。唔免啦，我用家己开车去啊。你甲小麦赶紧去机场，莫去耽误着时间。你还用家己开车？我已经准备要出门安尼。这台北和嘉义遐尼远，你家一人开车？我今仔精神袂歹，没问题啦。袂啊，安尼我袂放心啊。你厝等我，我先赶过，好。小麦，我。你敢有必要为伊做到安尼？婷婷无想要等到后礼拜，伊今日就要塞车落去啊。婷婷伊毋是一个囡仔呢，你今仔一人离开台北，所以你爱二十四小时陪伫伊身躯边是毋？我若无陪伊塞车，伊家一人塞袂到。就是我想过体谅你。即摆真正会变到安尼，对，我承认天天真大个同情，啊，不过你袂当万项代志拢用天天可怜做借口啊！你想要照顾伊，会用的，咱做伙照顾。啊，不过遐个时间，甲你个温存之下，才当去做的嘛。人有亲疏远近，你总该分清楚吧？我真要尴尬，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，想不到我来，是咱愈来愈疏远。小麦，你莫生气啊！婷婷即马确实是真需要人照顾，伊身体即马真歹，伊若家一人塞车，身体绝对袂堪哩。知影家己身体歹，佮家己要开车落去，伊是条工人。毋是啊，有夸张。我叫你到我机场接阮妈，敢有遮尔困难？小麦，等我自家己转来，我再慢慢甲你解释吼。小姐，各位，各位，各位，你替伊准备遮尔周全，你这个朋友敢有受过体贴？
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迟到，我更起来。两个才起好啊！你人真系无爽快，他准备开车落去嘉义，来上看到你安尼，一定会真烦恼。我了阵讲，我家己做会到，我想袂到，我一坐落来，就无体力通我爬起。我先打电话来上。是我，建志啊。嗯，是安尼啊。找天马的客户，恁是位于国外来，天天不用交代，所以阮可能无法度来啊。嗯，好，我还阁找时间。嗯，拜拜。啊，讲也难讲。讲咱有闲再来，不要紧啊。唔免啦，天志，阿天你走来，互小麦家己去见伊妈妈，伊敢袂生气？袂啦，时间差不多啊，应该接到啦，打电话问看麦。我先扶你转去房间休困，我再走。好，来。婷婷，你不是要等你把伊找来，奈个提出来？建奇，你奈提车？三妮，我人都有一点不爽快。我已经行到门家口啊，我实在是挡袂牢，拄好建志打电话来，伊袂放心，伊才挂怪。建志，阿三姨就转来啊，三姨照顾我就用啊，紧转去啊。好，我先转去啊。嗯，等一下，我有代志想要请教你。婷婷，我先回你转房间，行。Thank you.
我真心打电话。 我感觉婷婷有代志，我冇大家。三年，你莫误会啊！我是你顶下就奇怪，而且我最近常来遮找婷婷，啊，不过是因为我是徛一个关心朋友的立场来看婷婷，小妹嘛知影。你个小妹要结婚啊？你应该把心做肯定一下。你若真正为了婷婷好，就不应该让婷婷遐尼依赖你。 再讲，你结婚以后，刚果有时间来照顾婷婷，你敢知影你安尼做会引起真侪无必要麻烦？我唔是对你有成见，我安尼讲是无希望婷婷佫受到伤害。我绝对无你意思，要伤害真多人。婷婷麻烦你啊，我先告辞啊。 大家大饭量领下午茶，哪会走来阮家领咖啡啊？阿霞，这是阮店的招牌，啉过的人拢够好啉的，你啉看卖啊。好。安琪，小麦会等啊。 你唔是陪小麦去食伊妈妈？我来我无去食啦。奇怪，电话拢唔接咯，我卡十几通啊。搁冤家哦！吼，恁两个人到底是安怎啦？逐天冤家。小麦甲你讲的。拜托，唔免伊讲，我嘛看会出来，整天愁眉苦脸，脑子都不知道想什么，竟然人去叫伊，伊拢无听到的。 建志，你是袂用对比起小麦啊？哎，你莫有白讲啊！早我人是安尼，只讲老白药，每下代志我讲，咱就真诶共款。我毋捌看过小麦遮尔无欢喜啊！伊最近伫遐无闲，这就来店诶。小麦下班，你嘛毋来食面，无怪小麦心情会郁卒。哎，我才拄过天生上班诶，你才是讲我爱开偌济会。搁安怎无闲？ 你嘛袂用对伊不离不睬啊！而且今仔日你阁无想要来去接伊妈妈，实在足死嘞！哎，想早伊妈早唔转来，嘛唔转来，偏偏今日这个时阵，我嘛真为难啊！哎，欢迎光临。先生，喝我一杯水。好，马上来。 小姐，哎，先生，佮有甚物代志啊？诶，佮想要续杯。小姐，阮这咖啡是一杯一杯卖，假使你若是要佮啉，你可以点一杯。恁店是安尼做生意的？小姐，阮的咖啡有真侪口味啊。
以前我们用咖啡拢真特色，口感嘛拢真无同款。太谢了哈，小姐，你这个店员吼服务态度无介好呢。我无啊。太谢啦，伊唔是阮请的啦。好啦好啦，无你给我一块草莓蛋糕，搁另外一杯咖啡。好，随来啊，随来。我哪有啊？你讲要续杯，我讲袂用你啊！哎，公公。啊，好好好，烂做服务业，客人永远是对的。加一包糖，再奶油。是。我糖啊，再奶油。谢谢。小姐，这是你的糖，那个奶油。请问够需要啥？需要较好的服务态度。建志，你先去公司啦，剩的代志哦就交给我，啥物人回来哦，我会打电话给你啊。麻烦你啊。我啥？无代志。请假，珊妮啊，婷婷人到底是倒位啊？咧无爽快，是啊，身体愈来愈歹啊。我嘛唔知影，伊一定甲我讲伊无代志。我看伊毛就是家己病院啊，是安怎医生看遐尔久都无起色，我就是真唔知影。敢是无对症下药啊？爸，我最近感觉婷婷举止行动有一点仔怪怪，伊。你是要甲我讲，伊甲建志啊？最近建志常常去厝，我看会出来，婷婷愈来愈依赖建志啊。我感觉伊两个人，若不是旧情复燃，就是伊两人之间有啥秘密。秘密？我今日想到婷婷的自尊，所以一定唔敢。不要紧，我找建志过来问清楚，伊都已经要甲小麦结婚啦。就算你对婷婷的关心嘛，不用想过头啊。谢谢。小姐，前两个月热量遐高，连食两袋，你唔惊的？阮公司吼是咧做美容瘦身的，返去公司了后，只要推推脂，两人瘦身机加倒几摆。我就算得来啊！啊，好好哦，那就不用花钱啊。我当然是不用啦。你若想要去，我会当给你拍钱。真是的哦，我把你的身材这么好。头给你嘛。接到，即摆是要对找人啊！安琪，安，张小姐，麦小姐，坐着坐着。
然啊！你家己迟到要敢怪我？屁啊呢！我唔是调岗的啊，迄是高速公路大塞车呢。啊，你加等一时也是安怎？这尔无耐心。原来你是传说中的我妈妈？什么？哎呦，你拄则那唔讲啦，还要改动作是人客呢，歹势吼。不要紧啦，我也是比较较会听你叫我小姐。拜托的，你早嫁你这大汉啊呢，你个好意思叫别人叫你小姐哦？不是我大汉啦，啊，他们叫你坐着啊。像叫我吼，天生丽质啊。你莫讲，像这样你是我的早嫁。叫阿妹啊，可差不多啦。阿妹啊，阿妹啊，阿妹啊。好啦，你欢喜就好啦，凊彩啦。张小姐，这样的绝不敢介绍安琪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早就识啊，就见侬。天愈冷，心愈坚定，阮来过。